我的天啊，这，哎呀，终于遇到人了，哥姐们，你好啊，你好，阿妹，阿妹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这是啥房子呀？这上茅斯呀？上茅斯？嗯。哎呀，阿妹，阿哥的车坏在上面了，阿哥的车坏在上面那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上面那个车，然后我来你们这边找饭吃的，找点东西吃。找饭吃？对，找东西吃的，然后。你们村子里有没有啥饭店啊之类的呀？饭店？对，饭店。没有饭店吗？嗯。哎呀，这咋办呀？我们这都没几户人。没几户人。嗯。哥哥姐们，左上角的福袋啊，还有五分钟开啊，还有五分钟开。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自己去点击参与领取，好吧？人人50的福袋，自己去点击参与领取，好吧？你手机怎么对着我呀？哎，阿妹啊，嗯，我这是在开直播，你不要慌啊，阿哥是在开直播，没有什么的哈。阿哥在开直播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，我刚才嘛，我找不到路，我就开个直播问一下，我直播间有没有当地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能够给我指条明路嘛，对吧？哦、啊，饭馆没有，要镇上才有。饭馆没有。啊、哎呀，那咋办呀？哎呀，对。你自己有煮饭的地方吗？我自己有煮饭的地方。嗯。我车上有，倒是有那些锅碗瓢盆呐、啊，那些炊具也有，有个小灶台，那个燃气的小灶台。啊，你们刚刚吃完饭，你们刚刚吃完饭还可以跟我们吃啊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不然就看你缺什么就给你拿一点，你自己煮行吗？啊，也行也行，阿妹，那你就借阿哥一点，借阿哥一点米，借阿哥一点菜，阿哥自己拿来做好行不行，阿妹？行不行？哦、嗯，啊，阿妹啊，你说你上茅斯，茅斯是什么东西啊，阿妹？茅斯啊，茅斯是什么东西？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茅斯是啥东西？有没有人知道啊？是啥？方便的地方吗？哎呦，方便的地方哈。嗯，我们养鱼嘛。哦哟，阿妹，这个天晚了，哎呀，阿哥把这个手电开一下，你等一下哈。嗯。阿哥把这手电开一下。哎呀，这亮了亮了。阿妹啊。啊。你们方便的地方为什么要建在鱼塘上呀？这。这样就可以喂鱼啊。可以喂鱼。嗯。阿妹，你们拿啥来喂鱼啊？拿什么东西来喂鱼啊？啊？拉给鱼吃啊，嗯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，那鱼呢？鱼咋办呀？鱼吃了呀。鱼吃了？嗯。阿妹，你们这里面的鱼真的能吃吗？啊？可以啊。可以？嗯。哎呀，我的天，那得啥味啊，哥姐们？要不要捞一条给你带？阿哥从小都不吃鱼的，阿妹，阿哥从小都不吃鱼的啊。咱们阿哥不会吃鱼啊，阿哥小时候被鱼刺卡怕了，从那小时候开始就不爱吃鱼了，就不吃鱼了。真的假的啊？是边境，哥哥姐们，六国边境啊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中老越缅泰的一个边境。阿妹，你们这边村子是不是非常偏啊？嗯，太偏了，我觉得你们这边的话没有几户人啊，路也不好走，我那个车又坏掉，温度又高，你们这边我那个车显示温度太高了，开不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那我给你拿点东西吧。啊，我给你拿点东西吧。给我拿点东西。也行也行也行的，阿妹，你就带阿哥去你们家，然后拿点东西，阿哥借一点东西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阿哥借一点东西，然后阿哥自己拿来做啊，行不行，阿妹？好啊。哎呀，阿妹，去你们家还得翻山越岭过独木桥啊，阿妹。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高了呀，这！哎呀天呀，这！高，你不敢走吗？哎。哇，你怎么走的这么简单呀，阿妹？主要是阿哥手里还拿着这些东西呀、啊，你看，这，哎呀，这，你看，这样一步一步的。扶你一下呀。哎呀，行吧，阿妹，行。哎呀，好，谢谢阿妹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太热心了，阿妹你，阿妹啊，那你叫阿哥去你们家，你们家都有什么人啊？阿哥问一下。我们家。啊。我们家有阿爸、阿妈呀。阿爸、阿妈，还有谁呢？小妹呀，还有大姐和小妹。啊，哎呀，那你阿爸阿妈都在家吗？不在家。不在家。嗯。小妹在家。嗯。小妹在家是吧？嗯。哎，那是谁呀、啊，阿妹？那怎么有个人啊？村长的孙子。谁？村长的孙子。村长的孙子。嗯。哦，那是村长的孙子呀。嗯。哦。你好，你好，孙子。啊不，你好，小哥。你好。他这里是村长家吗，阿妹？不是、啊、不是村长家，那他咋在这干嘛呀？在这里玩吧。阿弟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
这里。啊？来找小玉玩。你来找小玉玩？哦，你叫小玉是吧？嗯，我叫玉香。哦，你叫玉香。叫我小玉就行。叫你小玉就行了。啊、嗯。这，他怎么看起来那个有点那个呀？啊，嗯、是不是？弟弟，我是来你们村子里面吃东西的，吃个饭就走了啊。你哪里来的？我哪里来的？那个外省，外省。外省。外省，江西。你是小玉的朋友吗？先刚认识，我们刚认识，我跟小玉刚认识啊、哦，跟小玉刚认识。哦，那你离他远一点。啊？嗯。我离他远一点。我看你不像什么好。你看我不像什么好人，哎呀，哥哥姐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和粉丝灯牌呀、啊。阿弟啊，阿哥是好人，阿哥是好人，好吧？你不要乱想，好吧？不要乱想啊，阿哥是好人。好，福袋发了，哥姐们，领到的自己去买点东西吃啊。再给大家发一个啊，再给大家发一个。走嘛，小玉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啊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要去哪里？我去小玉家呀，我去小玉家啊，去小玉家。他去他家借点东西，他借我点东西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走吧。哎呀，说你哎，阿妹啊，阿妹，你跟他说啥呢？这没有。你跟他说啥了？他没说什么。没说啥，他说你不是坏人。你说我不是坏人哈，阿妹啊，你捏那些木棍干嘛呢？啊？你捏着那木棍干嘛呀？这毛丝用的呀。上毛丝用的。嗯。阿妹，上毛丝咋用啊？那个啊，这东西是怎么用啊？哦，这个是用来上厕所用的。嗯。都不用纸吗，阿妹你们？啊？不用纸啊？嗯、哎呦我的天啊，这能刮得干净吗？那个的，那个东西能刮得干净吗？啊？可以啊。可以，阿哥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阿哥不是，阿哥不是，阿妹，阿哥不是了啊！哥姐们，左上角有个福袋啊，左上角这里有个福袋，人人50的福袋，自己去领啊，哥姐们啊！阿妹，嗯，你不是要带阿哥去你们家吗？啊、嗯，这是哪里啊？你怎么带阿哥来这个地方？这是一片树林吧？你带阿哥来小树林干嘛呀，阿妹？啊？没事嘛，哥，走吧。哎呀，这，哎，怎么这，阿妹呀、啊？你带阿哥来小树林干嘛、啊、这？就是从这里回家呀。从这里回家。嗯。阿妹，他咋这样看着我笑啊？啊？这弟弟。他人挺好的。这弟弟笑的有点瘆人啊。他人挺好的、啊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会伤害我的是吧？他就是。阿弟呀、啊嗯，好玩啊，好玩是吧？拿个小宝剑，对不对？找小玉玩。你找小玉玩、嗯、啊？那阿哥也可以跟你玩啊啊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又不认识你。你不跟我玩啊？不认识。哎呀，这给阿妹买纸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哥哥姐们，阿妹啊，去你们家要经过这个小树林吗？啊啊啊！要去里面吗？要去里面，我可不去啊，阿妹。小树林，这小树林，你带阿哥来小树林干嘛？啊？走去哪呀、啊、这？哦，这边有路是吧？我以为你真要带阿哥进小树林啊，阿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以为真要去小树林。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倒没想什么，就有点小激动哈。我小树林的话，哎呀，这哥哥姐们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左上角人人50的福袋自己去领啊。左上角红色的福袋看到没有？左上角人人50的福袋自己去领，好吧？领到的哥哥姐姐去买点饮料喝，买点东西吃，多好的啊！阿妹，嗯，就你说你们家有个小妹在家，嗯，小妹叫啥名字呀？叫玉婉，你也叫小玉就可以。我们这边女孩子都姓玉，你叫见到女孩子你就叫小玉。啊，见到女孩子就叫小玉。嗯。那见到男孩子呢？男孩子都姓矮。哦，见到男孩子叫小矮。嗯，他就姓矮，他叫矮刀砍。他叫啥？他叫啥？挨刀砍。啊，阿砍，挨刀砍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名字，挨刀砍，没有，挺好听的那名字，阿弟。哎呀，这一遍叫一次我就记得啊。这个小哥的那个名字，我叫你小砍行不行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哎呀，小砍，
各位姐妹们，这名字有点潦草了啊，有点潦草了。哎，他喜欢我小妹。哦，他喜欢你小妹。嗯，我小妹，因为我小妹跳舞很好看。哦。你小妹跳舞好看，她喜欢你小妹。你小妹会跳舞啊？我倒是听说你们这边长得可好看了。我倒是听说你们这边就是，这些姑娘的话都能歌善舞的。我还以为是假的呢，真的呀。阿妹呀、啊，你小妹会跳舞的话，那等一会儿让她给我们跳一个行不行？我直播间现在人可多了，我现在直播间40000多人了。这么多人啊？40000多人。可以。可以吗？我跟她。说一下嘛，他同意的话给你跳一下嘛、啊、给我们弄一个万人演唱会啊，你看我们40000多人在里面，给我直播间的40000多个哥哥姐姐啊，他们跳一个行不行？真的呀？啊，那么多人吗？嗯，真的啊，行不行？一会儿跟他说一下。一会儿跟他说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阿妹，那你也会跳吗？你这身材我看着，你跳的也挺好的吧，应该啊。点点，但是我小妹比我跳的好多了。你小妹跳的比你好多了。嗯。哎呀，哥哥姐们，你们想不想看呀？啊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看这小妹跳舞啊？还有这个香香阿香，想不想看？想看打个想看啊，哥姐们啊，想看打个想看啊。阿妹，那你爸爸他们去哪了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呀？他们去住工棚今天。住工棚？嗯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工棚啊，阿妹？工棚就是。干活晚了就在工棚住。哦，干活晚了就在工棚住。嗯，他们不回来住啊？嗯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呀，这啊不，就是家里没人，我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家里没有大人的话，我就不会紧张了。家里没有大人，我就不会紧张。家里有大人的话，我会很紧张的，阿妹。啊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哥哥姐姐们，吓到我。只有一个哥哥姐姐，只有一个哥哥想看吗？只有这个张哥哥想看吗？其他的哥哥姐姐不想看他们小妹跳舞吗？想不想看啊，哥姐们？想看的话打个想看啊，想看的话打个想看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阿妹，阿妹呀、啊，还有多远啊？你们家怎么还不到啊？马上到了。啊？马上到了。马上到了。阿妹，这是你们家？啊、嗯。这是你们家呀？啊、嗯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条路直接就通到你们家了呀？后面没有路了吗？没有了。没有路了。你家是最后一家。你们家最后一家。嗯。住这么深了、啊、阿妹。嗯。这也太深了嘛。啊。什么深？你家住的深哈、啊。什么深？哎呀妹，你笑啥呢你啊？你家住的太深了，我是说藏的太深了啊。哎呀，想看是吧，哥姐们？啊，想看的话打个想看啊。哎，你家里黑着，没人啊，我看着阿妹。我看着没人啊。刚才还在呢。哦。那个阿香，你们一楼谁住啊？一楼畜生呀。一楼畜生住。嗯。谁是畜生啊？啊？你要住吗？不是，我是问一下，你说一楼畜生住，我说谁是畜生？我来看嘛。哦，畜生住，畜生住。哦，这你说这养鸡养鸭的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还以为真的是谁叫畜生呢啊，阿妹啊，那这些地方是，哎呦，杂物间是吧？对，这些是杂物间。对。哦，这里是堆杂物的啊。走吧，带你上去吧。哎，阿妹，那这里呢？这里是干嘛的？这里啊，洗身子的呀。洗身子的？嗯。啥是洗身子的呀？啊，就是洗澡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阿妹，嗯、你给我说这是你们的浴室？对呀、啊，洗澡的。你们那不是这样吗？我不相信这洗澡的，阿妹，除非你比划一下啊，你比划一下啊，你给阿哥比划一下咋洗啊这啊？就开水就洗了吗？就开水就洗了。嗯、哎呦，我的天啊这。啊。就这样淋着洗啊！哎呀，哥姐们，阿妹啊，你这浴室四面透风的呀，一眼就能望到你在里面干嘛？咋洗啊这？我们家最后一家，一般没有人来。你们家最后一家一般没有人来？嗯。那如果真有人来了咋办呀？啊？要是你爸爸干活，
啊？我就躲过来了呀。那看都看见了，你躲有啥用啊？这啊？嗯，不会的。哎呦，哥姐们，还有一分钟，福袋还有一分钟啊，哥姐们，福袋还有一分钟就开了，看到没有，哥姐们，福袋还有一分钟了，每人50的福袋，自己去领啊，哥姐们。阿妹，如果是我来，你看我来，我如果我是个走错路的啊，我就走过来，哎，往里一看，嘿呀，我的天哪，这风景不太好了吗？那如果被别人看到咋办呀？这啊，那就看到了吗？看到就看到了，你这么想得开呢，阿妹啊？看到就看到了，你可大方呀，阿妹，你也太大方了呀，看到就看到了，哎呀这。你看他笑的啊，这阿妹笑的，哎呀，上去坐会儿，上去坐会儿，上去坐会儿，不，阿哥，阿妹，你是要拿东西吗？借东西要去煮东西煮饭吗？对啊，那你给阿哥拿下来就可以了，就着倒一杯水来给阿哥喝一下就可以了嘛，阿妹，啊。下面蚊子很多，上去坐吧，来都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哎呀，这是谁发了个红包啊？这谁发了个红包？感谢这个大哥发的红包哈，价值520的红包呢。哎呀，谢谢大哥啊，谢谢大哥。你直播间真的有4万多人啊？啊，有啊，有。那我在里面好不好？马上5万了，你在里面好不好看？嗯、哎呀，这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啊？这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好看的话打个好看啊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好看打个好看哈、啊，好看打个好看。感谢这个，这些哥哥送的小心心啊，感谢哥哥们送的小心心啊，感谢各位哥哥送的小心心啊。然后现在我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，我现在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领到福袋的哥哥姐姐啊，领到福袋的哥哥姐姐给我点一个小心心就行了，好吧，哥姐们，做做数据啊，主要是做做数据。好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啊，福袋已经发了哈，福袋已经给大家发了啊，哥姐们。有一个红包，一个福袋，各位哥哥结束了，阿姨自己点击参与去领取，好吧？有一个福袋，有一个福袋，一个红包，自己点击去参与领取，好吧，哥姐们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，上去，啊，你先上去，你先上去，小月，你先上去，啊，阿哥，等一会儿再上来，我打个电话，你先上去嘛，你也上去嘛。你也上去嘛，没事，我看着你。你要看着我、嗯、你要看着我干嘛呀，弟弟？阿哥不干嘛，阿哥打个电话啊。哎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能不能上啊？这我听说是少数民族的，这楼上不能随便上哈、啊、能不能上，哥姐们？能上打个能上啊，哥姐们，能不能上？能上打个能上啊，哥姐们。哎呀，他们都上去了，上去了要当老公，真的假的啊，哥姐们？上去要当老公，真的假的啊？你们不要逗我哈，哥姐们，上去啊！行行行，那我听你们的啊。哎，来呀！啊，来呀！来呀！啊，那既来之则安之吧，哥姐们。阿妹啊，你家这个楼梯怎么是木头做的呀？这不会被踩断了吧？这木头很结实的。结实吗？啊。哎呀，这！哎呀，我的天，阿妹，啊、你们家这地板怎么裂开了呀？这？怎么裂开的呀？啊，通风嘛。通风啊，我们这边太热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阿妹啊，要不阿哥给你买瓶胶水粘一下。粘上就不通风了。哎呀，它是这不会踩断了吧，阿妹？啊，不会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住了几十年了，确定不会哈、啊、不会。哎呀，你跳跳试试看啊、能上就，哎呀，这哎呀，这你们家啊，阿妹啊，我们家。你小妹呢？你不是说你妹妹在家吗？嗯、你不是说你妹妹在家吗？看阿妹跳舞，哥哥姐们，你们真想看阿妹跳舞吗？是不是？看一下我小妹在干嘛。哦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啊，弟弟啊，你这样看着阿哥干嘛呢？啊？我看你不像什么好人。你看我干嘛？不像什么好人。你看我不像什么好人？来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把好人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把好人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，帮我做一下证，好吧，哥姐们，你看这阿弟的眼神，我看着有点心里慌慌的哈，心里有点慌慌的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咋还要关门呢？这啊，你也想
想进去？你看，弟弟，你识不识字啊？啊？不识字。你不识字？哎呦我的天，咋办啊？这哥姐们，你们给我作证，我也，哎呦，弟弟，阿哥真的是好人，阿哥真的是好人。啊，一二你能看得懂吧？嗯。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来给主播。觉得主播是好人的扣一波一啊，各姐们，觉得主播是好人的扣一波一，行不行？各姐们，行不行？各姐们，他能看得懂一啊，他看不懂字啊，他看不懂文字。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看，看到没有？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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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是吧？阿哥没骗你吧？啊，弟弟，你那个放着嘛，你要拿那个干嘛呢？这个不行。啊？这个我要看。没有，这个我拿来保护他小妹的。保护他小妹的。嗯。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啊，小月？他在里面。在里面干嘛？跳孔雀舞。他在里面跳孔雀舞。练习。练习。哎呀，我的天！谢谢各位哥姐送的那个大啤酒啊，这些感谢啊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哇！谢谢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谢谢大家啊！哎呀，咋忽然一下子送这么多礼物呢？哥姐们，你们干嘛呢？咋忽然送这么多东西呢？啊，哥哥姐们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！阿妹啊，这我直播间各位好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他们都是送你礼物，给我的吗？你看他们都是送你礼物，看到没有？他们送给我的吗？啊，因为是我对着你以后才开始送那个礼物的。我不知道他们谢谢啊，谢谢哥哥姐姐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忽然就刷刷刷刷刷的就刷起来了呀？啊，阿妹，你给阿哥拿吃的吧，阿哥拿吃的过去自己弄了啊。那你再等一下。哦，是那个红包里面的啤酒是吧？哦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叔叔阿姨。阿妹，你咋关门呢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我小妹。你问一下你小妹。哎呀天啊，这谢谢啊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，谢谢你们抢到这个送的这个这些小礼物啊，哥姐们。阿弟刀砍，挨刀砍，挨刀砍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，阿哥你进来吧。阿妹啊，哎，能进来吗？可以进吗？进来看一下你要点什么东西。可以进吗？可以。啊，哥哥姐们，能进吗？能不能进啊，哥哥姐们，能不能进？能进打个能进啊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从来没有进去过，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哎呀，不能进啊，阿妹啊，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说不能进啊。啊？没事啊，进来嘛。进去啊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天。能进还是不能进啊？这到底能进是吧？能进，快点进去吧。你什么时候站我后面的，老弟？啊？去吧，没事，进去。嗯、啊？干嘛呢？我站门口看着。你要站门口看着干嘛？进来。啊？咋要关门呀？这咋要关门啊？蚊子多。啊？蚊子多。蚊子多？嗯。咋回事啊，这啊，哥哥姐们，咋回事啊，这你要什么呀？你看一下你啊，你们家就这些东西，你看一下你们家就这些东西啊。哎呀我的天啊，这啥呀，这看一下啊，米肯定是要的啊，妹，米肯定是要的啊，米肯定是要的。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鸡蛋，还有鸡蛋。哎呀，这哥哥姐姐们，你笑啥呀，妹？你笑啥呀？你阿妹呢？你阿妹呢？她在里面，她刚说不好意思出来。不好意思出来？嗯、哎呦我的天啊，这！既来之则安之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，哥姐们。来，哥结束，阿姨们，还有两分钟就开了啊！福袋还有两分钟就开了，哥结束，阿姨们，自己点击去参与领取，好吧？自己点击去参与领取，好吧？哥姐们，阿妹啊，这个，你借阿哥
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我只要五碗啊，我只要五碗就可以了，好吧，五碗就够了。还有那个鸡蛋的话有几个，我看11个蛋的话你给阿哥9个就行了，阿哥吃不了11个，好吧，阿哥吃不了11个。然后然后这个番茄还有一个是吧，这个番茄阿哥也带走行不行，可以吗？然后还有这个茄子也给阿哥行不行，阿妹？这个茄子不可以。啥？茄子不行。嗯。为啥茄子不行啊，阿妹？那这个肉呢？肉可以给阿哥吗？肉可以给阿哥吧？可以啊。阿妹，你这就不对了哈！你肉你都给，你干嘛呢，弟？阿弟，你干嘛呢？你离我这么近干嘛呀？你离我这么近干嘛呀？这你来他们家借东西啊？对啊，借东西的。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阿弟，你退后两步可不可以？退后一两步。阿哥有点热哈，阿哥有点热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！哎呀！啊？你拿了多少？我拿了多少？我就说要点，随便要一点啊。这个要五碗，那个鸡蛋要9个，然后那个番茄1个，茄子1个，茄子不行、阿哥拿肉跟你换这个茄子行不行？你阿哥不要肉了，要那个茄子行不行？阿妹，这个肉是不是他们家的？这个肉不是他们家的。是不是他们家的？在他们家肯定是他们家，你在想啥呢？那你还拿他们家的肉换他们家的鞋子？不是哦，说错了。哎呀，你也不傻嘛啊！吃的我倒是懂的，吃的你倒是懂。哎呀，这我的天啊，这茄子啥？阿妹，你们这边茄子比肉贵吗？怎么茄子不能借啊？啊？不是啊。那是啥呀？这？明天要吃、啊、明天要吃。哎呦我的天，好吧，那你给阿哥这个肉还有5碗米还有鸡蛋，好吧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，妹？可以。哎呀，这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要几碗啊，哥？啊，几碗？要几碗？要5碗啊，5碗就行了，阿妹，好吧，5碗啊。哥哥结束啊，你们左上角啊，左上角福袋看到没有？感谢各位哥哥姐姐送的那个玫瑰花。哎呀，这阿妹啊，这是你们房间啊？对啊。你住哪间啊？我就是蓝色的这里。蓝色这一间。嗯。然后那这一边这间呢？白色这一间呢？我阿爸阿妈。你阿爸阿妈住啊？嗯。那小妹住这里面。叫小妹出来玩呗，阿妹。啊？他说他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叫他了。嗯？嗯？哎呦，香蕉，吃根香蕉。阿妹啊，这香蕉可以吃的吧？这香蕉，你怎么把它丢地上啊？怎么不吃啊？这？你先，阿哥先吃根香蕉不可以的吧？你要吃吗？阿哥先吃根香蕉可不可以啊？我先给你洗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先给我干嘛？洗一下。阿妹。阿妹。等一下。那是香蕉，香蕉不用洗。啊、香蕉剥了皮就可以吃了，阿妹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啥意思呀，哥姐们？吃香蕉还得洗一下？香蕉还得洗一下，哥姐们？他们这个少数民族也太讲究了呀，香蕉还用洗一下，哥姐们？你们吃香蕉洗不洗啊，哥姐们？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阿妹，你们民族也太讲究了啊！吃个香蕉还要洗一下呢，啊？是不是阿妹？我包给你啊。你包给我？嗯。你刚才咋还闻一下啊？这香蕉，阿妹？啊？你闻一下臭了没有？嗯。那看着是好的嘛，哪里臭啊？这不是好的嘛？啊？用过？啥用过啊，哥姐们？哎呀，这头这上面怎么？哎，这应该要不了了吧？这头上这一点，先把头上这一点咬掉啊，现在可以了，
阿妹，你这香蕉啥味儿呀？新品种啊？你们这边新品种香蕉吗？妹，怎么味道不一样啊？这不是呀，啥味儿啊？这哥姐们，这什么味道呀？这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！这香蕉的味道，一般香蕉呀？嗯，一般的香蕉呀？一般的香蕉。嗯。哎呀，哥姐们，这啥味儿啊？海带的品那个怎么有海带味啊？妹，啥味啊？这香蕉吃出那个，教你们拎一下福袋是吧？教你们拎一下福袋，各位解说阿姨们领福袋，给各位哥姐阿姨们教大家怎么领福袋，好吧？教大家怎么领福袋，有很多各个解说阿姨可能不会领福袋啊，可能不会领福袋，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领，好吧？嗯。来，各位解说阿姨们，看到这里没有？看到左上方这里没有？各位解说阿姨们，左上方这里看到没有？点击这个福袋啊，点击这个福袋，然后跳出这个来，看到没有？加入粉丝团一钻石啊，加入粉丝团就可以领取了，各位姐们啊。然后这个，但是要先关注啊，各位姐们，先把这个小关小树点了，好吧？要先关注，各位姐们，先关注才能加粉丝团，好吧？对。先关注才能加粉丝团，把这个关注点上，好吧，哥姐们。哎，对喽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啊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。对，左上方这里有个小福袋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六分钟就开了，哥姐们自己去领啊，人人50的福袋，好吧，人人50的福袋。哎呀，这继续吃香蕉，继续吃香蕉，嗯，我们可不好吃啊。好不好吃？你要吃啊？嗯，我不吃。嗯，这哎，你吃的东西够了没有？嗯，够了，够了，阿妹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够了。这阿妹太大方了。是啊，哥姐们，这阿妹这么大方，哥哥结束的阿姨们，这阿妹这么大方，嗯，我们要不要就是给个红包啊，或者是买点东西之类的呀？哥姐们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买点东西给个红包之类的？要的打个要啊，要的打个要，嗯，要的打个要，好吧？啊，要是吧，哥哥姐们，你们是觉得，来，觉得要发红包的扣波一，觉得买东西的扣波二，觉得两样都给的扣波三，好吧？好吧，哥姐们，我看一下啊，哥姐们，我看一下，3333，哎呀，都三呀，这，那个，哎，卖那个小玉啊，阿哥问你一下哈，你们这边哪有没有卖东西的呀？卖东西？哎，卖东西的。有啊。有吗？啊。有是吧？嗯。有行，妹。你要买什么？阿哥，我给你倒点喝嘛。我要买点水喝，我倒点喝就行了。你给我倒点喝。嗯。倒啥喝呀？好喝的嘛。好喝的。嗯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。你正好。行行。不用买了，我给你倒。阿哥口渴啊，妹，阿哥口渴。我给你倒点喝的。哎呀这。小老弟，小老弟。等会。你找小卖部呗。阿妹，你给阿哥倒的啥？这是，啊？我给你倒的水。